在一个落雨的傍晚同个客来到这座楼，闪烁的灯光、屋内的音效都告诉我知，这间唐楼一点都不简单。醒咗大厦1971年落成至今13年历史，实用面积445尺，连埋前后平台437尺，价钱真的便宜到你不信。令我好怀疑呢度是不是发生啲特别的事故。我同个客人喺个屋内兜咗一圈又一圈，不禁感叹旧时代的足迹真的好多。好彩业主都有简单翻执过，唔系嘅话真系鬼屋一家，一定唔及而家咁明亮、咁宽敞、咁井然有序。我哋用略为颤抖嘅脚步行出室外，见到，见唔见到？呢度有自己砌出嚟嘅厨房、工作台、洗衣机嘅位置，旧香港嘅足迹就系用呢啲简单嘅棚架做起一间屋。扩充可用的空间，看着这么大的室内外空间，再看看价钱470万，我心里面吸了一口气。室内再加室外的面积总共882尺，用总价除回这个尺数，尺价都是5300，我又没看错。这样的价钱你觉得个业主有没有买贵到呢？